真的回来了，背个场地禁足7年，好像也是蛮酷的啊，有没有？但我想问一下，就是7年前有在这边跟着嗨的，就你们嗨的，还敢给我举手嘞？杜笃之大师。 他被我们凹来做演唱会了，真的很震撼。我觉得，我觉得那个开场啊，我自己在事先我都有来看过，然后也听过。你不觉得很像是一个艺术作品吗？好像可以拿去比赛还是什么的。你们都是主角这样子。